虚无是永无止境的饥渴，他的低语不但能把巨龙逼疯，甚至还能引诱泰坦的子民陷入疯狂。先知和学者都害怕虚无，但我们明白一个他们不知道的真相，那就是虚无是可以驾驭的，只要拥有坚强的意志就能加以操纵。虚无重新塑造了我们，改变了我们，但你才是他的主人。暗影会成为我们拯救世界的武器，帮助我们捍卫联盟。你好，剑无虚发。有些人会告诉你，圣光是唯一的正道，也是唯一能捍卫艾泽拉斯的武器。但我们找到了其他办法，我们面前有很多条道路，也有各种可能。有些人会怀疑你，他们会质疑你的决心，不相信你能驾驭这股力量，因为意志软弱的人会被逼疯。我们要一起证明他们错了。用我教你们的方法来保持控制，我们向联盟效忠，成为联盟的武器，就算游走在黑暗边缘也在所不惜。圣光与你同在。欢迎你，朋友，我是安杜因乌瑞恩国王，我想亲自欢迎你加入联盟，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虽然虚无精灵才刚加入联盟，但艾兰里亚风行者是伟大的英雄，有了他的指导，你的力量一定能成为我们的助力。艾泽拉斯现在正是动乱的时刻，接下来你会面临很多考验，遇到很多敌人。记住，你绝对不会独自对抗黑暗，联盟会与你同在。我很期待你的战果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碰面的。一路平安，你虽然与暗影同行，对我们来说却是希望的明灯。为了联盟，对任何事物都要抱持怀疑。我们身为战士，经过这场历时千年的奋战，圣光为我们照亮了真正的道路，而我们也因此重生，成为圣光的武器。你们身为光柱勇士，
必须成为照亮黑暗的希望明灯。至于威胁这个世界的势力，或是攻击盟友的恶徒，你们要以圣光之名加以制裁。有事情要回报吗？千年以来，光柱勇士都在扭曲虚空中对抗恶魔，瑟纳达尔就是我们的家。如今我们终于能再一次走在没有受到燃烧军团腐化的天空之下，用我们的足蹄感受土地的温暖。但我们不能松懈，一场战争结束就会有另一场开始，这就是军人的宿命。你的任务会在暴风城展开，仔细探索艾泽拉斯，了解我们誓死保护的人，还有这片土地。记住，永远遵循圣光之道。我没有目标。需要帮忙吗？欢迎你，朋友。我是安杜因乌瑞恩国王，我想亲自欢迎你加入联盟，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虽然光柱战士才刚加入联盟，但是我很了解德莱尼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展现出圣光军团的奉献精神和无比勇气。艾泽拉斯现在正是动乱的时刻，接下来你会面临很多考验，遇到很多敌人。记住，你绝对不会独自对抗黑暗，联盟会与你同在。我很期待你的战果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碰面的。一路平安，愿圣光永远与你同在。圣光保佑你。在最黑暗的夜晚，也要怀有希望。山岳赐给我们生命，赋予我们力量，我们体内流的血液跟艾泽拉斯的一模一样。我们的王国铸造在巨锤和铁针之上，我们具有熔火般的心，钢铁般的意志。我们一定要保护艾泽拉斯。出发吧，黑铁，我们上战场了。铁龙堡不只需要我们的魔法，还有我们的力量。
我们氏族里有很多人觉得躲在地底下比较安全，但勇者无惧。黑铁矮人不能继续躲在阴影里了。艾泽拉斯在等你，去暴风城开始铸造你的冒险吧。我们黑铁是山林熔火所铸，让世界看你的火光吧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欢迎你，朋友。我是安杜因·乌瑞恩国王，我想亲自欢迎你加入联盟，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艾泽拉斯，现在正是动乱的时刻，接下来你会面临很多考验，遇到很多敌人。记住，你绝对不会独自对抗黑暗，联盟会与你同在。我很期待你的战果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碰面的。一路平安，愿圣光永远与你同在。务必小心。有什么事啊？凡事小心。